各位，你哋好，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今日我哋会为大家介绍新一辑关于著名粤语片武打女星于素秋女士嘅生平同故事，希望大家喜欢。于素秋生于1928年7月9日，卒于2017年5月12日，原名于凤，为1950年代。1960年代香港著名电影明星，父亲是著名京剧名武，生于尖园。由于出身自京剧世家，自小开始学戏，善打不派，是有名的京剧刀马旦，也是成龙、洪金宝等人的大师姐和韩英杰小姨。于素秋八岁学刀马旦，九岁登台，善打脱手不派。1948年开始重影，共演出200多部影片，包括《五虎断云枪》《关东三女侠》《仙鹤神针》《火烧红莲子》《碧血金钗》等。于素秋1948年开始重影，曾主演超过200部影片，当中有170多部是武侠片，是香港早期著名的粤语片女星和武侠女星。作品包括粤语武侠片经典《如来神掌》，更与男主角曹达华传出绯闻，被当时认定为最佳的荧幕情侣。于素秋、黑牡丹曾与邓碧云、蓝牡丹、凤凰女、红牡丹、罗艳卿、银牡丹、余丽珍、紫牡丹、吴君丽、白牡丹、南红、绿牡丹和林凤、黄牡丹。七位粤剧女演员义结金兰，号称八牡丹。1966年2月，她与粤剧名伶麦炳荣于香港希尔顿酒店举行婚礼，婚后息影。2017年5月12日，于美国三藩市因肺炎离世，享年88岁。于素秋曾经主演的电影表列如下：一、《双枪女侠》1949年；二、大侠复仇记1949年色柳无非；三、横碧园1949年色花碧莲；四、女三剑侠1950年；五、方刚女侠下集1950年色方玉琴；六、火烧红莲子1950年色金莲珠；七、方世玉擂台招亲上集1950年色楚贫；八、女侠胭脂妇1950年色胭脂妇白素秋；九、方刚女侠血浅飞云塔1950年色方玉琴；十、方世玉擂台招亲下集1950年色楚贫娘；十一、方刚女侠上集1950年色方玉琴；十二、十三太保1951年色莉莉；十三、霸王鸡乸1951年色霸王鸡；十四、真假玉面霸王1951年色周雪蝶；十五、方刚女侠大破蜈蚣阵1951年色方玉琴；十六、五虎断云枪1951年色方雪真成年；十七、江湖姊妹花1951年色胡穗莲、胡碧莲；十八、海上女霸王1951年色胡家凤；十九、红侠1951年；二十、女侠白旋风1951年色白旋风；二十一、原子飞剑侠1951年色张文兰；二十二、少林五大奇侠1951年色五梅师姑；二十三、一丈青1951年色扈三娘；二十四、女侠一丈红1952年色一丈红；二十五、奇侠黑旋风1952年色一丈红；二十六、一曲凤求凰1952年；二十七、歌唱新美人计1952年；二十八、血浅金沙湾1952年
释王小凤。二十九，峨眉女侠，1952年。三十，啼笑姻缘，1952年，释谢明珠。各位，关于于素秋女士嘅生平故事同佢嘅演艺作品，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下一集我哋会继续讲述于素秋嘅生平同佢嘅作品，希望大家继续收看，唔好错过啊！如果大家喜欢我哋呢条片，就请大家俾个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同时，请大家记得订阅我哋呢个阿 N 与阿 Lam 频道，同埋记得揿埋个啷啷，咁我哋每次出片 ，YouTube 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哋。好，拜拜，我哋下一条片见。